看你的表现，你还好意思要这个药呢？我就恩什么啊？给我一个。啊，你这个时候就要药了？哎，刘波，你别给他买，他不能要什么就给买什么。原本就是一些简单的快乐，没有提高难度系数。说，谢谢叔叔呢。哎，多多，你去跟着他，别让他跑丢了。哎，我不去，我要听叔叔讲故事。哎，叔叔跟妈妈说会儿话，你去跟着弟弟，叔叔一会儿给你讲故事。去吧，去吧。多多，你小心一点儿。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别怪他，怪我没教育好。现在还好些了，那小时候有一次在百货大楼看上一辆小自行车，不给他买，当场躺在地上，死活拽也拽不走，我没办法。孩子还是要教育的。不行，我教育他跋扈瞎疼，疼孩子疼不到点子上。教育原本就是一个大课题，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教育是容易的，可育人呢是难点。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好的教师，但是作为家长，我不能夸口自己是一名好家长，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对于你说的疼孩子。 No comment. 你这辈子不打算再结婚、生孩子了？从小我没有母亲，却一直活在她的阴影里。自从她被带到台湾以后，我就以为。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有亲密的女人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姑娘扇着鼻子，大笑着，从我的面前逃开，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和你喜欢的人相依相伴。 在我下放的最后一两年，眼看着身边的人都纷纷的回了城，硕大的知青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隔壁那头怎么都喂不胖的猪。我崩溃了。我当时想，如果一个人无法和命运抗争，那至少也要让自己活得有点尊严。所以我想到了死。 我没有死成，那是因为我想到了你，就退缩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活下去，那就是你。这话如果放20年前说，无比打动人。 现在太迟了。那个时候，我如何担保给你幸福？我是一个小小的搬道工，没有未来。这种没有质量的话，形同空洞。那你跟别人结婚就有未来了，就不空洞了。看来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有所偏差。那个时候，我想。 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跟谁结婚不是一样？可是我发现我错了。有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在身边，内心的烦恼总是处于压抑的状态，比单身还要难。所以在经历了10个月的婚姻以后，在我决定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办理了离婚。那样的日子我过过，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 如果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宁愿选择孤独。你可还记得“曲径通幽处”的下一句是什么？
禅房花木深。咱们俩当年还经常对诗呢，现在都忘记的差不多了。轻舟只在片刻间，就已掠过万重山。二十年没怎么摸书，常常提笔忘字，都快成文盲了。就别再奢谈什么诗词歌赋了。都一样，这不是阅读积累的问题，而是我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就别再宽慰我了，我知道你怕跟我提上大学的事儿。我发现了，我几次问你在国外读书的情况，你都跟我打岔。其实没必要，这中间的差距不是你不提它就不存在的。我是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时候，我应该读书，我应该写字，我倒是读了写了，可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本该派上用场，我跑去种地了。到了傍晚我后悔了，发现自己已经晚了，日暮夕阳了。何人敢把自己比作太阳？这是多大的气魄，多大的胸怀。天不生安呐，万古如长夜啊。讨厌，你就别再取笑我了行吗？安娜，我不是取笑你，我说的是真心话。这许多年的日子，我始终如在长夜里穿行，寻找光明。一个人有没有文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天分，有没有灵性。很多手握文凭的人心如顽石，很多没有进过学校的人志如璞玉。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欠缺什么，在你的身上有些东西别人永不可得，那张证明不过是众多蠢材的门面罢了。你不需要那些装点。我不要听你说这个，我不要听一个锦衣玉食的人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山珍海味他敌不过一碗珍珠翡翠白玉羹。你所有的和我所有的现在无法相提并论。我的就是你的，这没有什么区别。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别人打工、休息、度假，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起来，因为我知道，我这是在重度我们的青春年少。安娜，这些年，我始终是带着两个人的梦想在前行。一分钟都不敢懈怠。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再也回不去了。没关系，青春虽然回不去了，可我们的心还是年轻的。那天见到你，恍如隔世，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经历，还像二十年前一样年轻。安娜，往日的点滴回忆起来，仿佛昨日重现。你不觉得吗？二多子，你当心车呀！谁家的孩子怎么没了？动物园是幼儿园的童子才去的地儿，动物园才不感兴趣。动物园，公园，公园，公园，动物园，公园。说好了去哪儿啊？说定了。动物园。不去不去，臭死了！几只假装鸳鸯的家鸡，几只捡了灵毛的孔雀，几只没了兽性的野兽，还不如看动物世界。我才不在这里呢！几棵丑树，几棵丑花，几个丑人。几朵花好不好啊？你数量词上你永远不注意啊！说了多少回了？还有你形容词你就一个丑字啊啊！多多，咱们去划船吧。好啊，我也玩水上自行
上鸭子船啊。好。哎呀，多多，不行啊！你看这个鸭子船，两边连挡的东西都没有啊，而且只能坐两个人。怎么坐？多多跟我坐还是跟妈妈坐呀？啊？万一要是落水，没有救生设备，是不是不放心呢？咱们坐小船吧，大家一块划好吗？啊，我去买票。来，我们坐这个小船，五块是吧？走吧，多多。刘波一介书生，是真不了解二多子的诡计多端，估计从没吃过小孩子的亏。凭二多子破坏力，应当和电影《小鬼当家》里的那个小坏蛋有的一拼。你干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坐好啊！你想干什么你啊？哎，干什么你啊？别再晃了！哎呦！哎呦！哎！哎！快快快快！这下你高兴了是不是？全给你弄掉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们跳下去，我们都游回去啊，留你一个人在船上，半夜里边让阿姆斯特当个水鬼把你拖走。刘波终于尝到了合家欢的滋味，原来竟是那样的喧闹与无力。反正那天玩得很糟糕，很狼狈。我们见个船路过就叫，让人来搭救我们。在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被管理员像训孙子似的边训边拖回去。刘波赔了超时的钱，赔了双桨，赔了笑脸，再陪着我们去吃西餐。当爸爸的呀，看孩子都看不好，看看人家来吧。他不是我爸爸，他不是我爸爸，他不是我爸爸。别吵。哎，安娜，我觉得这儿不太卫生啊。咱们还是去吃西餐吧。啊，行，我没意见。我不要吃西餐，我要吃汤包。哎，多多，多多，听叔叔跟你说，西餐可好吃了。胜利牛排。这上面明明写的是菲力牛排啊。多多，拿叉子呀！我饿了，就这样吃。拿叉子。哎呀，不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声音，我这个刀碰盘子的声音太难听了。还有老鼠爪子挠玻璃，敌人要是把我妈抓去了，根本不用拷打他，什么老虎凳、辣椒水都不用上，只要让老鼠挠玻璃，他就投降了。不是，是因为这个和补牙的那个频率是一样的，会刺激大脑引起共振。其实啊，如果刀子用得好呢，是不会出声音的。就像这样。安安，你来自己切，就这样。嗯？我干不了这事。为什么？我天生是左撇子。到后来吃饭写字，被我妈打成右手的，
从此我的两只手就都残废了，没有一直能用精密工具。你为什么要纠正他？左撇子就是左撇子啊。左撇子多不方便啊，也没规矩。外婆讲了，左撇子是上不了台面的，吃饭的时候要跟邻座打架的，必须纠正。在国外啊，你会看到很多用左手吃饭和写字的人，完全不影响工作。那是因为外国字没有方向性，中国字有啊。你看小时候他写飞啊，人家是这么写。他呢？他飞到那边去了。这就是他小时候干的事儿。有意思。这家西餐厅很有乡土气息，下次啊，我带你们到美国的芝加哥吃牛排。当地呢有一家餐馆很有名，吃饭要提前一周预约呢。是吗？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吃我爸爸做的饭。你不去，我去。这条路，这条熟悉的路。那首歌，那首难忘的歌。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那亲眼看见，在那故乡的窗前，寄来珍贵的信。今年心里多高兴，变得更坚强。狠狠打击侵略者，战斗更勇敢。为了亲爱的祖国和美丽的灯光，狠狠打击侵略者。为了亲爱的祖国和美丽的灯回家，我累了，我要看铁片公墓。好好好好好好，那个是今天他们也累一天了，明天还要上课，要不然我们就先回去吧。好，哎，走走走，好啊。周一我来看你。跟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再见。都这么慢点。这一转身让刘波下了决心，只带安安和安娜走，让二多子跟王贵好了。
一眼睛。回来了。哎呀，这都玩了一天，怎么才回来呀？啊！我跟你说啊，那个菜啊，我热了好几回了都。哦，那个我们吃过了。哎呦，你还没吃啊？那你快吃吧。嗯，哎，怎么样，儿子？逍遥津公园好玩吗？好玩，像电影一样紧张。啊、爸爸、啊，今天我划船把两只桨都弄到水里了。真后悔带了这个小讨债鬼去。妈妈和叔叔在水里捞来捞去，最后是别人开船拉我们回去的。叔叔，哪个叔叔呀？啊，是那个狐狸骚。那个今天是那个刘波陪我们去的。你家这个儿子呀，啊！今天我恨不得把他的骨头打断了，拿去喂汤。你不知道他今天一天给我们找了多少麻烦啊！先是要买东西，我不同意，他马上不高兴，人家刘波只好后面跟着付钱，然后去划船，东摇西晃的把我们全晃晕了不说，好讲不听，歹讲不听，最后呢把两只桨全给我弄到水里去了，害得人家刘波赔钱不说，还被管理员骂得狗血喷头。你说你是不是个高衙内啊？别动手啊！好，好得很呐！哎，这个乱倒得非常好。嗯，不愧是爸爸的儿子，我的种。嗯，真是你的种，有种像种，全是你教唆的吧？爷，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哪是教唆的呢？这是培养，培养。记住，以后这个乱多倒点，中不中？嗯。啊，来，去洗手。哎呀。心里不舒坦了吧？嗯，我想也是，还真像个没事人一样。我想你也没那么大方。我还真没那么大方，钱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呀。没花你的钱，人家请客。人家请客？谁请客？刘波呀。上公园玩、划船、吃饭都是人家请我们的。哎呀，我的娘啊！咱俩说岔劈了。我说的是这个锁啊，你看这个锁头啊，它下不去了。我正在琢磨怎么给它弄下去。要是请个修锁的师傅吧，他至少要我10块钱。我后悔呀，当初我怎么不当个锁匠，而当了个教书匠？你说你这个猪脑子里边。装的除了烧饭、做菜、洗衣、拖地、补胎、修锁，你不能装点别的呀！哼，那我以前我还做过煤球呢，现在不做了。是啊，我这个脑子里装的都是活儿，但是我这个心里啊，心里装的可都是你呀！去去去去去！呀，你往里点，往里点。你说你也是啊，拖家带口的带了两个孩子。让人刘波请客，不中啊！找个机会啊，你做东。你的意思是要我回请他？应该的呀，来而不忘，非礼也。我提醒你啊，他是你老婆的旧情人哦。无所谓，痛庆啊。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我把这么漂亮的小花搞到了手，胜利者是要同情失败者的。失败者。单身与非单身的区别是，周日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太闲？
对于刘波，周日是兴味索然的，因为那天安娜属于他的家。很快就好了，等安娜回来，每一天都是他的。或许因为得不到，刘波觉得周日是一周里最重要的一天。从早到晚，一周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天，这一天是属于家的。来来来，抓紧时间吃啊！吃完饭呢，到你外婆家，我拿车子拖你们上车站。安娜，你先带孩子们去吧。啊，我去买只老母鸡，再买点水果带回去。那个，哎呀，这样啊，我先送你妈和弟弟上车站，你呢在这儿等着爸爸，爸爸一会儿来接你，中不中？好，来，上来。好，扒好了啊，走。我就知道你要带老母鸡，我什么时候饿着你了？咦呀，你瞧你这话说的，我是特意给你买了只老母鸡，一会儿我给你做啊，我得孝敬孝敬您。来来妈，我干点什么？别干了，别干了，老贵啊，你在家里啊累了一个星期了，就是休息，快进去陪他们说话。不不不，我边干边陪你聊天。哎，对了妈，你这个茄子为什么不拿刀切，用手掰呢？茄子不能用刀切，一切肉就紧了，不入味儿。茄子就得用手撕。告诉你啊，这些软的菜呀，都不能用刀。哎呀，今天真的没白来，又学了一招。行。对了妈，我前两天出去吃饭了，也学了一招，叫油淋鸡。所以我今儿买了鸡，我一会儿我就给您做，可香了。你看看，嘴越来越甜了。刚才还说是孝敬我的，你这一做，不是大家一起吃了？哦，一礼拜在家累坏了吧？还行。哦，茄子要掰。对呀。嗯，你们来。茄子这么掰。啊，咸、味精都有，酱油、醋、面也有。找什么呢？对了，我想起了咱妈家米没了。你看，果不其然，米没了吧？我去买去啊。哎，阿贵，别一趟一趟跑，我自己去买。算了，等他去买吧。你看看，比儿子还贴心。什么时候该换煤气罐？进去吧。什么时候该买米？家里缺点啥？王贵心里清楚得很，这让老太太由衷欢喜，女婿选的跟儿子一样贴心。哎呀呀，这么大的人了，锅毛都是拧的。你看看，用手指指甲这么一抠，不就出来了吗？指甲这样掰的话，会把指甲掰断的，那多难看啊！都俩孩子的母亲了，要那么好看的指甲干什么？给谁看呀？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啊！那好好学学啊。那小王说，要是指甲这样掰，掰断了以后会很疼的。这个阿贵呀，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能这么宠老婆孩子的，以后啊，就他一个人苦了，就是不听我的话。你到底是谁的妈呀？啊，他心疼你女儿，你这样拉心拉肝的难受啊，真是。我也不懂为什么婆婆就很难伺候，丈母娘就很好糊弄。其实都是妈。外婆批评人很有意思，儿子和媳妇吵了架，她虽然不作声，过后却总结，我儿子老实啊，总是给媳妇欺负。但若安娜跟王贵吵了，老太太便一味偏向王贵，你的脾气太大，也只有王贵好叫你欺负了。有时我怀疑，老太太眼里是不是天下女人一般黑，就没好的。妈，啊，要是我给你换个女婿呢？换个又英俊又有才，总之比小王好，你换不换啊？脑子有病啊！我找女婿要英俊的干什么？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漂亮脸蛋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啊？都俩孩子了，还发春梦呢？我看呀，是王贵把你闲的。不是，我就是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跟小王的感情有多深。我跟小王的感情啊，他就是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都没他好。是哦，帮你买菜、烧饭、打扫卫生，力气好。什么力气好啊？你要这样看就小看妈妈了啊！我看中的是她的用心。你看，妈妈又不缺力气，是不是啊？这么多孩子啊，我缺少女婿帮我干活儿，就是她是用心。当一个人用心想你的时候，就是真想了，没有什么目的。你看她当初追你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可现在呢还是这个样子，这就叫质地好。阿贵这孩子就是质地好。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质地不好啊？刘波回来了吧？哎呦，你吓死我了，怎么这么讲啊？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个定时炸弹。什么定时炸弹？我都两个孩子的妈了，感情来了还说两个孩子呢，命都会不要的。我把话放在这儿，你别乱讲啊。那人是要讲道德的，怎么可以乱来？道德？什么是道德？张口闭口道德那是假道德。道德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能遵守，就像纪律一样。不遵守纪律的人啊，毕竟是少数，要是大部分人都不遵守纪律，那还要纪律干什么？就像你一样，你不乱来，不是因为你怕自己没有道德，是因为你愿意和阿贵在一起。老太，你现在的话怎么像孔子说的一样发人深省啊？批灵批孔呢？我呀，一看你的脸就知道我说中了。可是那那可是什么？那什么？我不爱王贵，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爱过他，你叫我怎么办？暗示什么？不是我打击你，你和刘波啊就像一场戏，你要真跟他生活在一起啊，我包你比兔子跑得还快。人最要不得的想法就是活在戏里，你可以去看戏，也可以为台上戏里的情节掉泪，但你千万不能自己上台演戏啊，安娜。那些好看的戏都是经过反复排练的，你要真去演就觉得没劲了。妈给你打个赌，你这辈子啊离不开王贵，就是他了，你信不信？哎呀，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一二，加油，加油，加油！哎呦，
如果孩子的爸爸是刘波，这里也会这样和谐吗？安娜觉得自己有点神经，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自己已经过了幻想爱情的年纪。尽管看到刘波略带忧郁的侧面和专注的凝视，还是让安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摸一摸他脸颊的冲动。那种亲昵与喜欢，多年前就深埋在心底了。啊，走了走了，爸妈，我们走了啊。你看你这衣服整整好啊！好好，那我们走了，好，我自己来，自己来。你回去吧。哎，好的。安娜把王贵当成丈夫，丈夫好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称呼，应该算是孩子的爸爸吧，或者说是生活互助组的成员。有困难合力解决，有矛盾互相协商，在一起就是为了生活，相互有个伴儿，却没有爱恋，没有那种让你有发自内心期待被他揽入怀抱的感觉。安娜从没有主动亲吻王贵的冲动，最狭腻的举动也不过是顺手在王贵的脑门上拍上一拍。而刘波，安娜如果不用意念与定力去控制，也许早已瘫软在他温柔的怀中，就如两块相吸的磁铁，自然相拥。安娜最近常有罪恶感，在王贵的面前也很温柔，怕自己的小秘密被参透。已经有好几个夜晚，王贵在身边发出平和的鼾声，而他在梦中与刘波手牵着手。早点睡吧，累了一天了。哪天要不要请狐狸嫂来家里吃顿饭？安娜的想象力只能延伸到手牵手，再往后她就会梦见自己是一位母亲，两个孩子在前面走。婚姻其实就是枷锁，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一旦套上，就会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主动缴械，放弃自由，甚至连梦境这样一块最后的私密地带也被无形的篱笆监控。安娜没事的时候顺手翻翻弗洛伊德，想从那本梦的解析中看出自己的五行是不是乱了。她总做那些意识流的梦，诸如森林里熊熊燃烧的火，一头惊慌的小鹿在浓烟中乱窜而无法逃脱，或者是富士山一样雪白而清冷的山下，有一片如青海湖般清澈湛蓝的湖水，还是那只小鹿在水边徘徊着，将蹄子小心伸进池中试探。鹿是什么？山是什么？水是什么？火是什么？森林又是什么？安娜找不到答案。安娜宁可自己梦见观音敲她的头，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未来，也好过这样乱猜。安娜心中有期待，又害怕期待的东西真的出现。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安娜便会怅然；如果真的发生了，安娜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另一个总做意识流梦的人是刘波。与安娜不同的是，
刘波的梦境简洁，内容完整，没什么象征的东西。做噩梦是普凶还是普吉呀？得看你什么时候做的了。上半夜做的普凶，下半夜做的普吉，午睡做的那就叫白日梦。眼皮跳不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看你心神不宁的，怕是凶相环绕。安娜，你不觉得上天造物弄人吗？如果是现在的时代，回到20年前，也许我们俩早就双双的在美国了。是啊，我这辈子已经没希望了。不过我也看开了，像我这样的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你看王小培到现在不是还在长风乡下没回来？所以啊，要学会知足，学会平衡，否则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再来呢？亲爱的祖国。